今次的醫療改革第二階段的諮詢，是希望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之上呢，是進一步地推動和深化醫療改革。政府在上個月就兩年前公布的醫療改革方案推出第二階段諮詢文件。今次政府的宣傳重點是預留500億元做財政儲備，鼓勵市民參與自願醫療保障計劃，選擇轉去私營醫療系統求醫，增加私人醫療保險和私營服務的透明度和他們的競爭，令到消費者獲到物有所值的服務和充足的保障。要考慮會差價，個保費便宜，同埋係即係政府負擔有保障啲咯。吸引係好吸引，但係要自己攞錢出嚟就唔吸引咯。我就冇諗我哋草根階層，咁你草根嗰啲已經負擔好重，而且你強積金嗰陣時已經唔係咁好嘅，好多都。間間醫務所出名啲醫生嘅收費都唔同㗎。咁你唔可以話我有呢個計劃，你就一定要咁樣要求人哋收費。咁不如你同啲私家醫生醫院即係傾好曬，即係再去講啦。阿姨同丈夫喺兩個仔女出世之後就未雨綢繆，一家四口買曬醫療保險，而家每年交大約20,000元保費。小朋友仲係細啦，咁一定會有病痛嘅，所以如果你一入私家醫院咧，一定係貴嘅。咁如果買咗保險之後咧，咁就你入私家醫院，起碼唔使就喺公立醫院度排隊排咁耐，要佢哋等啊咁樣，好似個保障好啲咯。阿姨計過，一家人參加政府建議嘅自願醫療保險計劃，估計每年大約要供8,000元。計劃推出的頭半年投保仲有7折優惠，比起而家一年慳翻14,000元。不過佢仍然覺得需要考慮，又唔知佢裏邊係保障啲乜嘢，同唔同我自己買開嘅，所以要佢真係推出曬全部啦，去比較先有得比較咯。喺過去20年，政府投放喺醫療嘅經常性開支不斷增加。在1989至1990年度是77億，到今個年度已經增加到369億，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的15%。我哋呢個醫療嘅制度等於個癌症嘅前期一樣，即如果我哋而家唔做任何嘅嘢咧，將來係會有一段時間咧會突然間會惡化落去嘅。自從90年代開始，政府先後推出4份醫療改革諮詢文件，提出不同的醫療融資方案，目的都是想扭轉公私營醫療服務長期失衡的現象。政府期望今次的醫療改革建議能夠將公眾對公私營醫療服務的需求由目前的9:1調節到8:2。政府估計最少要有300,000人參加新計劃先至可以有效運作，所以除了投入500億作為資助，仲要求私家醫院和保險業界加強透明度。所有嘅參加呢個計劃嘅公司咧，都要提供同一個條款嘅，咁即係你唔會咧就對嗰個條款嘅解釋咧就有誤差啦。咁同埋佢咧，政府都係計劃咧係個上訴機制嘅，即係將來如果係賠款嗰時係覺得係有爭議咧，有個索償嘅仲裁機制啦，令到大家覺得透明度係更加高嘅。咁所以一方面咧個單係一模一樣嘅話咧，即係變咗大家對解釋嗰張單咧就唔會有咁多偏差啦。咁所以咧就應該會好好多嘅。而家全港大約有240,000人買咗醫療保險，但係有事去揾私家醫院嘅只係低過一成。私家醫院目前嘅收費參差，冇一套準則。政府要求私家醫院提供套餐式嘅收費，好似列明割盲腸或者做白內障手術嘅費用。增加透明度，吸引市民轉去私家醫院。不可以每一個程序都定到套餐出嚟，
咁喺一啲比較複雜嘅手術嗰度，嗰個變數啊不同嘅。譬如你有個瘤喺個腦裏邊，佢近唔近個血管，你已經好大個變數咯喎。咁呢個唔係話喺我哋設計套餐嘅時間能夠顧及到嘅問題嚟嘛。而家有私家醫院所謂俾套餐咧，係經過篩選嘅。你話入醫院俾個套餐你，其實咧係已經有住院醫生咧評估咗你話啊，你係適合可以用到套餐嘅。如果你已經係一個老弱殘兵，你佢哋唔會提供呢個套餐俾你嘅。到時係咪有同樣嘅篩選嘅過程，令到有啲市民係得唔到，或者投保者得唔到呢啲所謂套餐咧？而家我唔敢講。我覺得咧，套餐係可以做，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明俾病人聽，你呢個套餐實際上係包乜嘢？咁當然係要寫得好清晰。我唔想誤導市民就話啊，我哋而家俾個套餐你就係包醫。25歲同70歲嗰個入嚟都係35,000，你就可以出院啦。咁我覺得有誤導成分咯。如果咁樣講個套餐形式就，而家只有少數私家醫院為部分病症推出手術收費套餐。政府話私家醫院可以通過手術本身用多除少補嚟攤分開支。不過蔡堅對呢個建議有保留。拉上補下叫私家醫生做咧，其實就相當荒謬嘅。醫生係以病人最佳利益去做嘢嘅。如果你要個私家醫生平時佢做一個膽手術收20,000嘅，你話收夠30,000啦，拉上補下啦，等第20個出現併發症嘅時候，你都係收翻同樣30,000嚇，等佢就算佢使到100,000，都有其他啲病人嘅錢去津貼佢嘅。咁依個係平時俾20,000已經足夠嘅病人嚟講，係好唔公平嘅。其實香港政府自己應該反省嘅，即係佢要如果係想去控制醫生的收費，他問清楚他控制不控制到外國入口藥物的收費，控制不控制到領匯收醫生屋租診所的租金。年老和長期病患者都是屬於高危人士，現在很難購買醫療保險，保費又貴。即使政府強調新的自願醫保計劃人人受保，設立基金分擔風險，都未必吸引到呢類市民投保。咁隻手咧，我預咗佢咧，就我有能力，我領自己儲錢，將來用好過俾個醫療系統，因為我哋供啲款咧，肯定要俾行政費噶啦。咁我點解要重蹈強積金咁嘅覆轍，再將啲錢係咁樣俾啲保險業界嗰啲人吸咗我哋血咧？周家智7年前中風，左邊身癱瘓，加上有嚴重糖尿病，要經常覆診。他說自己沒有打算參加自願醫保，因為保障不夠，而且擔心將來沒有錢供下去。有人因為他是不包門診和專科門診和那些檢查，其實中風最重要就是預防嘛，你不做檢查不做診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內在因素有什麼不妥。康頭幾年我勉強都可以供到院，我買啲話。但當我年紀越大，個煲費又加咗，又我長期病徵要成3倍，咁我諗都係難未居多噶啦。周家智亦都擔心政府動用500億去資助呢個計劃，公共醫療開支會相應減少，服務質素亦因此而下降。與其將500億資助啲有能力嘅人，不如將佢就我諗真係將佢加強整好啲個工業系統，令到排咗嗰條龍冇咁長，同埋都係挽留啲資深醫生。
政府建议的自愿医保计划，承诺要做到人人受保、终身续保。这个做法和现在保险公司承担医疗保险的做法有很大出入。私营市场上面就很简单的，可能跟你做完一些核保之后，我会就这样来跟我正常的保费收回你。如果可能比较高危一点，我就会收附加的价钱上去。特别高危的话我就会不保的了。变成理论上我现在的pool里面是 我衡量过的风险程度我先放下去。政府要求参与计划的保险公司提高透明度，提供索偿和开支等成本资料，既要承保高风险人士，又不想保费过高。有保险公司认为是否可行就先要计一计数。政府计划设立的高风险分摊基金主要有两个融资来源，一个是高风险人士保费，上限是一般人的三倍，另一个是承保机构要给的再保险费。如果基金不能够自给自足，政府才考虑注资。他说点 subsidize 就没有细节在这里。这个业界都比较紧张一点，因为这个数其实这个高，因为我们现在用自愿医保要人人包括在内的话，变成这个高危的 pool 我们是不可以 sustain 得到、维持得到，是很影响日后这个产品是不是可以很健康地运作下去的。接受高风险的人士投保，自然就要有多些年轻人参加计划，先至可以摊分风险。以我而家嘅人工，我已经要供楼啦，占咗四成几。咁另外仲要读书，咁我读紧硕士啦。咁啊，会喺各方面其实钱已经系每个月掹掹紧噶啦。另外，因为要准备可能将来结婚，咁都要储钱。咁呢啲方面，相比于喺医疗保险嗰度，系会更加紧要啲啦。文广今年26岁。做社區發展主任，月入萬幾元。他說自願醫保計劃的條件要好吸引，才會考慮參加。政府現在就是幫我們的市民給的，就是給一些藥物名冊裡面一些基本有同樣效果的一些藥物樣啦。但是當你要選擇一些少些副作用，或者是醫療的效果更好的時候的藥物的時候，那就會變成要自己俾錢喎。咁如果醫療保險佢都仲係用呢個概念，定係包藥物名冊嘅，咁同我哋去公立醫院有乜分別咧？你話呢度而家你3200咯，3200附加保費。計劃最令民廣質疑嘅係，而家私家醫院嘅入住率已經接近飽和，所以即使買咗保險，都未必得到治療。收貴啲嗰個，因為而家私家醫院咧就係俾我哋感覺就係有錢人先入得去。但而家床位夠唔夠咧？又擔心啊，又話大陸好多有錢人落嚟醫病，咁樣會唔會霸曬嗰啲床位？我哋有錢買保險對都唔醫咧？因為私家唔同政府喎，政府就話唔會一定你有病冇錢就唔醫你，私家可以揀正收噶嘛，佢梗係揀啲賺得多噶啦，佢點會賺你嗰啲套餐啫？未來呢四年嚟講咧，約略粗計咧，我哋私家醫院咧可以增加將近有1000個床位。咁呢啲病人就算係50万個增加投保者，都唔係50万個人即刻聽日就病噶啦嘛。啱啱啊，保咗即刻病。咁我當佢一年有3000個，50万之中有3000個需要住院嘅。咁如果我哋有多1000張病床，都應該冇問題。另外，政府亦都撥咗4幅地出嚟。咁就我諗短期內亦都有投標，咁醫院起好，我估計2016年咁上緊咯。咁如果嗰度加多2000張病床，或者1000多2000張病床，我諗應該我哋有足夠嘅病床可以照顧佢哋咯。近年公眾對私家醫院嘅需求有增無減，即使有私家醫院能夠加多80張病床。是不是這樣就足以應付到新增的需求呢？在個入住率裏面呢，近年來呢大約我想有70%至80% 的時間呢，我們都會 是滿的，所以變成在床位方面都比較緊張一點咯。在最近這兩三年前呢都做了一些擴展的工作，
可以話俾你聽咧，就現在咧，我哋都有一啲擴展後嘅病房咧，係因為護士人手不足咧而係未開嘅，大約咧係有一個半層樓嘅病房咧係未開。政府透過用公帑去資助市民買私人醫療保險啦，就去鼓勵咗成個私人醫療產業嗰個發展咧。個問題就係、是、第一，你令到人手流失在公營那裡會令到公營服務的質素下降，第二就是令到那個整體醫療的開支呢是會不斷上升，也都是控制不到。我覺得這兩個呢已經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呢，就政府如果是真的要做醫療融資改革呢，事實上行這條路呢就真的死胡同了。政府有很多東西都好像沒有一個實際講到的數字推算，即你好像彭洪昌質疑政府冇能力監管私營醫療保險行業嘅收費同利潤，擔心香港將來會好似澳洲咁，推出自願醫保之後，整體醫療開支不斷上升，而保費亦都喺過去五年平均每年上升6%。咁樣方向咁樣做翻。澳洲嘅市民咧，個經驗就係話咧，佢哋會識得去選擇，當自己係可能小病，或者係純粹做一啲檢查測試去確定自己有冇一啲嘅疾病嘅時候咧，佢會選擇去私家醫院，因為佢唔使等，嗰、那個治療嘅環境相對會好啲。咁但係當佢知道自己係大病嘅時候咧，特別係嗰個保費咧係唔能夠係涵蓋到佢嗰、那個即係需要付出嗰個醫療嘅開支咧，佢就會翻去公立醫院嗰度。澳洲經驗都話都俾我哋知道咧，其實鼓勵咗私營嘅醫療保險嗰、那個私營醫療產業去發展咧，其實對於整個社會嗰個醫療嘅開支咧，是控制不到的，更加之是那個上升幅度呢是更加之大的。咁因為政府同樣呢對於市場呢是管制不到，控制不到。呢500億呢都是納稅人的税金，因此我希望呢能夠有一個減税扣税這個誘因。咁我諗呢喺中產階層嚟講呢係條氣順啲，同埋係比較公平一啲。李子榮每年用20000多元幫一家三口買醫療保險，保險包埋門診，比政府建議嘅只係包住院同日間手術，保障範圍較大。即係講真，佢始終都係自愿性質，唔係強迫性質。如果個吸引力唔夠嘅話咧，未必會成功咯。今次計劃，你都唔會啦。我唔會講啦，未必做啊，未必做，即係白做啦，變咗政府就。政府咧話推出一個自願醫保嘅計劃咧，就未必係真係可以解決到因為人口老化而帶嚟嘅醫療融資嘅問題咯。喺理工大學任教嘅阮博文長期研究香港醫療體系，佢話新嘅計劃縱使強調終身續保，但係人口老化、退休人士越嚟越多，而佢哋持續投保嘅機會不大。退休人士已經冇收入咯，個保費係比一個同年類似嘅年齡嘅多3倍咧，再加埋咧每一次入院咧就有墊底費，又有個分擔費咧，我相信亦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就唔係好多退休人士咧即係願意繼續投保噶啦。現時咧，國際嘅趨勢咧，就係好多其他比較更加有成本效益嘅方法，即係譬如有啲佢哋叫做疾病控制嘅計劃啊，咁嗰啲就唔係淨係住院嘅，即係多數都係喺門診啊，一啲比較基層啲嘅醫療嗰度。另外，我哋見到好多係預防性嘅嘢，嗰啲係好慳到錢嘅，即係譬如我哋做檢查呢啲比較係我哋覺得係高成本效益嘅做法咧。佢亦都唔包，咁呢個所以控制成本係點做咧？我都係有啲疑問咯。咁但係我哋政府咧，亦都唔係話冇錢嘅，即係好多時都有好大嘅盈餘。咁我自己睇法咧，就佢應該將嗰啲盈餘咧就撥落去一個儲蓄基金嗰度，即係好似類似今次咁500億咁啦。但係咧就唔係話即刻就使曬佢，咁咧就將呢個500億咧就一路咁累積。咁當人口越嚟越老化嗰時咧，就喺嗰個基金度撥多啲錢落去我哋現時呢個以税為本嘅機制嗰度咯。當政府喺治療或者係買呢個現所可以擺500億嘅時候咧，喺預防連50億都唔夠嘅時候咧，咁我見到咧即係根本個腦筋。仲係有問題嘅。當佢不斷講要
提高基層醫療的時候，但係撥款不是在基層醫療，是去了醫管局同埋去咗依、這個住院嘅現所嗰度咧，係根本是忘記了依個基層醫療治療嘅。咁依度咧就應該是再反省同埋改錯啊！如果唔係咧，繼續係走嗰條錯誤嘅路咧，即係令到依個健康市民嘅健康咧係得唔到保障嘅。20年嚟，政府推出多個醫療改革方案，目的是想徹底解決長遠的醫療融資問題。2年前，政府提出過強制性醫保計劃，最後無疾而終。今次的計劃屬自愿性質，計劃最終可唔可以落實呢？仲要看未來2個月諮詢期，公眾提出乜嘢意見，政府又有幾大決心去解決當中的疑慮。跟住永系東張西望，短聚可以，唔可以 over。一對兒戲仔女迎難逃為結婚買樓呢個現實問題冷戰。嗱，我諗過，你咪叫我同你住喺度。呢啲都係人住嘅地方。結婚係咪一定要買樓呢？中好，新一代究竟有冇可能置業呢？交完租咪唔使食，我都冇兩地產商。有房出租，聽晚7點。